你能想到最有创意的表白方式是什么？今年5.20期间，欧泰衣柜联合天宇研究院共同发起了520定制太空情书活动，专门为爱定制了一颗卫星，卫星编号 YTO3 号，并将52句关于爱的情书刻在卫星表面，让爱与卫星永存太空。7月2日，欧泰衣柜史上首颗定制表白卫星酒泉发射出丁之旅正式启程，近4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欧泰衣柜520太空告白中奖的幸运儿，在这次旅程中不仅参与了卫星发射出征仪式，还度过了5天4晚定制之旅。欧泰衣柜甘青宁大区营销总监韩应杰、天仪研究院 VP 刘金阳、结婚13年的陈先生和陈太太，他们在卫星上刻下爱的表白，老婆我爱你。结婚7年的赵先生和赵太太，恋爱1年半的张先生和徐女士，他们在卫星上刻下爱的表白，确认过眼神，遇到对的人。单身的曹女士，她在卫星刻下爱的表白，愿做你心口的一粒沙。在这次旅程中，还有更多人表达了类似的感受。在他们看来，欧泰衣柜史上首颗定制表白卫星酒泉发射出丁之旅有创意，更充满浪漫。在旅途中，他们感受到了此次定制之旅的意义。未来期待看到欧泰衣柜有更多创新有趣的品牌活动，将有家有爱的品牌理念传递给千家万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